Hello，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第三章啦。那这次跟着我的朋友一起打，然后我们来看看等一下的主线是什么吧。没有了 AI 伙伴，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所以这次任务应该会变蛮困难的，因为 AI 伙伴可以穿墙射击。快到了700多公尺。我的装甲车卡住了。可以。妈，我觉得我好晕啊！这里也有一条路嘛，对不对？我好晕啊，天旋地转啊！哎，这个是不是捷径啊？误打误撞。哦，怎么那么多人？我一号，好，我狙二号，来了，一二三，好，往前推吗？寇塔村。你被吊在电线杆上面，好恐怖。啊？这有一个被吊在电线杆上面。前面有一个武器箱可以拿。怎么被发现可疑行为了？我在狙后面的。我们被发现了吗？哇哇！找掩蔽，找掩蔽。那六人。屋子里面有一个。解决掉了。上面有些人躲起来了。We're good. 靠！怎么有个多子躲在车子里面啊？有，看到了。你进去拿那武器盒了吗？我进去拿一下。哦，原来。车子来了。弄掉了。为什么翻不过去？我进去屋子里面拿东西。救护！你看每个电线杆都掉一个人家，哎，子弹在哪里啊？先把右边这解决掉。他在哪里？屁股。哦，这屋顶可以爬上来。等一下，我再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
感觉教堂里面还有两三个。看起来剩下的都在里面了。他们躲着不出来哎。墙壁后面有一个。他一直躲着，我要直接进去了。还有一个人是不是啊？有，搞定搞定搞定。好，进来进来。哦，终于解到底死。这要干嘛？ You care, Mano?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uri and Polito, the fuckers. Yuri and Polito. We're here to make them pay for what they did, but we need to know where they took you. We didn't travel far.很安静，一个郊外。I remember that much, and it was quiet. Out in the country somewhere. There was a smell, like old animal skins. That's all I know. I'm sorry. It's all right. At least I know they're close by. Glasses. 所以呢，好，我们有下一个主线任务了。Nomad, we finally got a 20. 好，所以我们最后面要，我们现在要去打这两个人。我先拿个弹药，狩猎小屋，所以现在要去打这两个家伙，你也是吗？发的是枪，帅。好，看到就是要进去那里面吗？这是我第一次打王冠嘞。所以是他们两个在那这个小屋子里面，然后我们要进去把他们给干掉。好像在屋子里面。直接走进去。可以吗？先看一下，先偷看一下屋子里面有没有人。我没看到人啊。还是这是陷阱？要走进去吗？走走走走，走进去吧。Advance on the lodge. Stay alert.哦，我看到人了，有红点，有红点。可是红点感觉不在屋子里面啊。哎，这红点在哪里啊？进去看看。哇，还开锁哎！ Move in, watch those doorways and corners.
这时候就要像电影里面嘛，电影里面一样。地下室好像有一个地下室。Clear， 去哦，哦，在这里啊。小心走。This must be where Sandoval cashed in. Bowman said they kept him alive for 47 hours. Tough son of a bitch held out for a long time. I feel like he was waiting for us to come get him, and we're real fucking late. Time to make it right. 这里有个门，这里有个门。Down, you're giving yourself away. Who are you working with? 他们两个在这里面。绕进去，绕进去。杀了他们两个，可以。这个穿这个墙壁好像不太能穿过去。干嘛？变态！我看一下有没有门口，我们绕门口进去。哎，这里面还有两个人。来了。哦，好多人！他刚往下跑了。有，干掉，干掉，干掉！哦，他的 AK。哇！Taking out that lovey-dovey horror show also earned us some points with the locals. Make contact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new. Bowman out. 我看这下面是什么？停尸间哦！哦，这下面好夸张哦！好，所以可以拿到新武器了。看一下这武器猛不猛？好像都是 AK 吗？对啊。竟然没有我身上这一把厉害。AK 好像因为 AK 没办法装消音枪了，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它这把 AK 好蛮猛的。你如果比你身上猛，就装上去吧。通讯天线，哦，这个只要关天线，这很简单。Go go go！哎，有，好像有人，好像有人，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往后拉，往后拉，有人，有人，有四个人。来来来，开干，开干！等一下，我先瞄准他们。好多人。我侧袭，侧袭，有有有，没了没了。然后你先开直升机，我去开那个，这样才争取直升机。我去开，你要开天线吗？好，我开直升机好了。Get the next antenna, hustle. 好，上机上机，第二座。I'll fly. 第二座，快过来快过来，要有第二座。跳去跳去！Rebels will be harder to fight in force if the cartel can't keep track of their positions. Let's hope more rebels join the party. 好，你这张图还有什么没解的吗？好，这是要进去里面开干的。跳机吧，跳机！你有装降落伞吗？
没有，就是这就是炸掉屋子，炸掉屋子里面的那个入口，然后就冲进去干人，然后要拿一个东西，只是先要进去之前先那个先用侦测一下，先找人在哪里，等一下。因为他们人都在里面，等一下、喔。妈，我要从上面。用那个没关系，他旁边还有一台直升机。用那个反抗军的技能，反抗军的技能就可以炸他们。厉害！等一下，这样都不会死。我怎么看到我直升机掉下去？我叫反抗军帮我们侦察里面的人。有了哈，有了哈，照出来了。然后等一下就要那个去里面，要把里面的人杀掉，然后要去里面开一个东西，就是关掉，把一个东西关掉。Nicely done. Now they'll have trouble coordinating their ops against the rebels. 有有搞定，要把下面的收掉吗？好，搞定。That's it, clear. 就一个地方就好了。嘿，只要开一个地方就好。突然发现我们两个有点像。发现像了，胡子不一样，该刮胡子喽。James Harden风格，架鬼子。我的眼睛是蓝色的。Placing a mind for Sicario. 看不出来你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哼，开玩笑。肯定是橘色、欸、你踩到我放的地雷吗？你不是咖啡狼吗？这踩得到吗？踩不到，踩不到，你是咖啡狼啊。地雷要怎么按？你有没有点技能？要点技能点。有啊，我你就按四四可以切换、哦、切换到你要就可以放了。Yo, I'm planting a mine. 那如果地雷用枪开下去会不会炸掉啊？不倒！为什么？为什么才这么一次打的就是啊？一般的队友。雷耶！有吗？跳下去了，降落伞。空降。怎么跳？按一跳下去，然后开空白键。我看到你在远方。怎么跳？跳下去按一啊，怎么上来就怎么下去。怎么死了？你怎么死的？怎么跳啊？等一下，跳就按一啊，一下去然后开空白键，就是空白键就放伞啊，就是按一跳机嘛，然后按空白键开伞啊。我找不到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跳啊，然后我就直接摔死了。一啊，怎么上机就怎么下机，就这样被炸死。我再度被你猛杀了。重点是你有点降落伞吗？有点。哦，那就好。好，开的差不多了。找个地方翻进去开走，我才把飞机开走崩溃。墙围墙外面有一个，搞定搞定。队长杀掉了，有一个在福林体身。好，搞定搞定。How you guys holding up?
你怎么捡个物资我就把人杀完了？好了，那我们今天 EP3 就做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影片。还没订阅观众可以记得帮我按一个订阅。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Demo's Prime。啊 C4 嘞。I got C4 primed。哦 C4 会死哎、欸。我杀队友，三杀队友。快起来啊！快振作一点，阿杜。就是你杀。